竟然竟以得至尊血复苏，帝冲，多谢你此前送上厚礼。你怎会突然实力大涨？至尊血复苏后，好似所有宝术的实力都有所提升。他刚刚是故意受我一击，只是借我之仙物，激活了什么力量？ 竟还保留了如此通天手段，上苍之手。 即便一时得势，也无法斩我。哼，那正好，新仇旧账一起清算。 剑来！这一战，为至尊一脉的老舵主复仇。 未完成我十剑仙殿传人得者的使命，青铜之花绽放。 由不得你！表演结束了，仙殿自诩主宰一切，如今你之生死却在我手，这最后一掌，只是我看你不爽。
是让他跑了。别担心，此番已多亏了你想的法子。那也多亏了打神石。嘿嘿嘿，只要是法阵，那就是我的专长。我现在就去真正破阵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吓得连悟道石都不要了。他试过带走了，只是听说这其实比精神都重，又很难装进一般的空间宝具，而他身临巨损，仓促之间怕是略有未待。回头再见时，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帝中，不然太不厚道了。不是说如今的仙殿传人主四生合一在年轻一代中已不见敌手了吗？怎么会如此狼狈不战而逃？他敢伤我门下，我仙殿必定斩他。你们仙殿也太马虎了，一论两句都不肯吗？十号是我看中的少年，由不得你们随意欺负。不灭生灵，你施展星空印象挡我一击已是极限，我在此地等你真身一战。仙谷内的争端我自不参与，但若是等他出了仙谷，你们敢强行出手加害，休怪我从无人区出来后行灭门之事。哼，你越是护他，我越要斩草除根。我一直在附近进修闭关，你怎会受如此重伤？慌，这不怪你，任谁在闭关修炼之时都无法承受那等冲击，你也不必自损心境，只需设法最终胜过对方即可。想来此刻对方定也在追求迈出那最终一步，以此人的狂妄性格，纵冒天大的风险也绝不会放弃悟道石。我那闭关处地气特殊，悟道石难以移动，他若想借此修行，唯有就地闭关。如此说来，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正是，现在你只需迅速恢复战力，其他的交给我。这鲜血本已融入我身，要不是遭小贼突袭，何至于此？一时之错罢了，鲜血始终还在，也终将属于你。这是神级水晶孕育的神丹，吞服之后有疗伤奇效。多谢你如此帮我。不必言谢，你若能战胜那人，让自身失去庇护，我也好更快的神胎合一。
还有，借仙殿令牌一用。我替你调仙殿之人去盯住对方，关键时刻也可扰乱其借悟道时修行，为你拖延时间。若真打悟道时的主意，他们也不会好过。你只需持令牌传令，将这些阵旗交给仙殿之人，他们自会使用。只需拖到我伤势复原。成了，悟道师是我的了。这等宝物，你可别糟蹋了。哼，我一路破除法阵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怎么是糟蹋的？人都跑了，还有后手伤人吗？逃亡之际，也不忘在悟道石上设下埋伏。这地冲的城府不可小觑。自黄羽开始，仙殿之人每一个都善使诡计，可惜任他如何谋划，如今这悟道石也已易主了。哼，这个地冲，下次见到我肯定砸他个结实的。哎呀，烧死我了，这地方太不安全了，咱们收拾东西走吧。报复也不急于一时，此刻你最要紧的还是利用悟道石修炼，迈出那一步，修出仙气。好，大山石，你去把周围的古书圣药搜了搜了，我来收这悟道石。嘿嘿，别说古书圣药，一块阵书我都不给他留下。好重，连你也无法搬动。如此说来，要不是有法阵在此，这悟道石怕是早已沉入地下了。你看，你也搬不动，不如让我吃了它吧。带不走的话，岂不是只能在此地悟道？不可，万一你进入悟道状态，恰好地冲返回，如何抵抗？大人吩咐，除非荒开始悟道，否则只需金石，不许动手。记住，我们的任务不是伤敌，而是守敌。是。如此机缘，不可轻易错过。再说，不是还有你们吗？我参悟一下试试，你们问护。那你稍作尝试，不行就再想办法。切莫沉溺其中。以大人之命，召集休息，动手。悟道之际，别打扰他。这么防着人也不是办法。鬼鬼祟祟，还不现身？
真以为藏头露尾就发现不了你了吗？秦子，你贵为圣女之身，何苦如此？早早与主神融合，与我家大人携手纵横，岂不是好过跟在这小子身边，需步步小心，时时隐匿藏行？看来你不但受了帝冲之命，还得了月禅之教。仙子心思熟练，透彻非常，我不敢再开口多说，得罪了。仙殿的法阵逃脱了，逃了就算了，穷寇勿追。幸而你及时行转，这悟道时确有神效，瞬息之间便有精意，但想要悟出更多非片刻之功，所以我没继续耽搁。更关键的是，刚刚我察觉此处地气特殊，地下更有隐藏的法阵，所以才难以移动悟道时。隐藏法阵？那要是破掉它？没了那法阵干扰，这连仙道气息都可收纳的丹炉定可收去此宝。成了。如此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再给那帝冲一个惊喜。又得你出力了。嘿嘿，看我的，如果记得回头得补给我好宝料才行。我已完全复原，如今荒何在？大人，石浩与青衣无法挪动悟道石，又舍不得放弃，想来此时仍在尝试参悟闭关，只是他们十分警惕，并不曾同时闭关。好，今日我要让他们悟得强取机缘必遭反噬的道理。到底还是轻视了我仙殿传承，以为这隐匿法阵便能骗过我的生命。至尊道场，今日彻底断你传承。是幻想，中计了。帝冲，你可不如黄鱼老胡聪明啊，我在青灵界的八珍楼等，不知你敢不敢来报仇。我
看来这地方和方才在沼泽中找到的祭坛一样，只是一个中转站，并非地冲真正闭关的地方。这次修行太过重要，地冲才会如此谨慎，恐怕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身在何处。哎呀，管他呢，这次至少相当于抄了他的家，先收拾收拾这些东西。这是什么石料？都是我的。这是什么鬼石头？味道糟糕，也不蕴含任何神仙物质，这仙殿也这么没眼光。这是一块神圣骨料，蕴有石胆，内有宝液，可以洗礼双目，开启天眼。真有宝液？你先来吧，你的天眼已有雏形，效果应该很好，我在此替你护法。天眼成功开启，感觉如何？整片天地仿佛明亮了多倍，清晰无比，也肯看透本源，望穿虚妄，生灵的动作也都成了慢动作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以前曾听补天教高手说，修成五道天眼，敌手的各种烦奥变化都再难起作用。这还只是开始，真正的五道天眼还有诸多惊人之处，随着日后修为加深，各种神能将逐一开启。暂时已足够用了，没什么能挡住我的视线。你在看什么？快闭上眼睛，去到天眼。那个，我其实是想帮你探查神魂，看看有什么修行隐患。不许再提。好，这石胆给你，日后也可试试。这有不少阵纹，与石村中柳神所布阵纹相似，估计并非当世之人所为。啊，哪来的阵纹？看不见呢。啊，你没有五道天眼。哼，你看得懂吗？哼，我可观摩过柳神那等存在所布的种种阵法，既是相似的阵纹，怎么可能拦得住啊？传送阵已布好，走，带你去找地冲。哎，不过有点舍不得这些东西啊，要是将这研究透了，说不准能掌握一种杀生大术，再不济也能修出仙遁术，走哪儿都可以保命。今日先干大事，等击败地冲，这些东西随你挑。
哪有帝称的影子？啊，你能不能算准点儿？每次都坑人。哎，这次我肯定没算错。说不准，是你画的鬼画符不准。别吵了，此地也许有虫帝盘踞，才引来这么多毒虫。若是帝冲在利用这虫蛊做屏障，倒是一张妙棋。你能不能靠点谱？是你画的符不准。就算敌手追到此处，也难以长驱直入。这些虫子大多以点燃神火，数量又这么多，说有人打算突袭，的确是个麻烦。要真是被虫帝引来，那这尊虫帝难道听命于仙殿？要真是如此，咱们还是撤吧。我与帝冲势同水火，或早或晚都有生死一战，若真有虫帝在，简直更得摸摸他的底细。小心避让，收敛气息，先走出这片虫谷再说。这里毒虫众多，那龙血祖肉的残肢就算传送至此，很可能也已遭毒虫啮噬了。那帝冲说不定尚未察觉你我到来。冲过去，既然帝冲也在此地，定然会有生路，要不然他也挡不住。找找看。我又没有五道天眼，能看到什么？差点忘了。那儿有一株神树，看起来宁静神圣，并且无毒虫盘踞。不少真身级虫子在围着那树，好像是在膜拜。没别的办法，先过去看看。拼一把。才的攻击，纵使是天神，怕是也要受伤。这丹炉竟然有如此惊人的防御力，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何来历。真是好事善尽。你怎么就敢下决心往这边跑？听你形容，我猜测引来毒虫的不是虫帝，而是此树。它叫万毒神树，蕴含各种毒素，对于一般的神奇来说是致命的，但对毒虫来说反倒是至高宝树，能将毒虫汇聚于此，却又不敢上前侵扰。好东西啊，上面的果子呢？那是万毒神果，吞下去之后若是能熬住不被毒死，可以立地成为天神。这听起来就很难熬过去。
也不是没有人吃过。听闻曾有人最终熬了过来，不但晋级天神，还掌握了邪异毒功，所过之处万灵皆秘。那我得记下此地，说不准日后有用这毒果的地方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地方有隐藏法阵啊，手法相当高妙，不是当世手段。要不是我见过柳神的布阵，还真看不穿。我听说仙殿的道统跟仙有关，与上一纪元密不可分。哼，管他什么来头，咱们继续深入去看看。谁能想到，外界毒物密布，蛇虫漫山遍野，里面倒被布置的像仙境一般。仙殿的确底蕴深厚，对仙谷的探索如此深入，只想诸多宝地。前面就是阵术核心，应该就是他闭关之处。看来他已陷入了深层次的悟道定界，封闭了五感，对外界全无知觉。先别妄动，这紫竹林蕴含着莫大杀机，布有仙剑的古阵，一旦贸然闯进去，有可能身死道消。那块石头很像是仙殿的悟道石，据传共有三块，想不到这传说中的神圣古物竟被他带进了仙谷。哎，这可是好东西啊。那些古书怕也是少见之物，对悟道极有帮助。哎，你们看，古书旁还有东西。哎，这是仙血。可惜了，被狄冲吸走大半，就剩一点了。仙殿积藏真是惊人，竟然用仙血洗礼躯体，太奢侈了。你要多久才能破解这紫竹林的阵法？颇费功夫，而且必定要惊醒狄冲。要是反正会惊动的，那不如干脆直接吓他个走火入魔。怎么吓？开始吧。好久不见，就是现在，破了阵。将你们斩杀干净。哈哈，祭出好戏。